您好，平安，我是桥梁教会的杨启瑜传道，欢迎您今天早晨参加我们的主日敬拜，让我们以真诚的心来到神面前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是那位唯一的真神，你创造宇宙万物。你赐予生命气息，你是永恒的，你是公义的，你是信实的，你是慈爱的，你是圣洁的，你是全能的。天父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敬拜你。天父，我们来到你面前，我们知道你是我们的力量，你是我们的依靠，你是我们的避难所。感谢你过去一周保守我们平安。感谢你在疫情严重的时候，世界动荡不安的时候，我们信靠你，心中就有平安，有喜乐，有盼望。天父，你是我们的医治，你是我们的拯救。现在全世界被新冠病毒感染的人数越来越多。求你医治那些在家里和在医院的病患，给他们力量，增强他们的抵抗力，来对抗病毒的侵害。我们特别为那些在重症病房的病患们祷告，他们正透过呼吸器在与死亡搏斗的时候，天父，求你怜悯他们，使他们能够活下来。天父，你是我们的盾牌，求你在这个时候，你为医院里的医生和护士来阻止病毒的侵入，让他们有受到这个你的保护。虽然他们有口罩，有这个防护衣，但是他们需要你的保护，并且求你给他们力量，让他们有力量去照顾病患。天父，我们。知道你是我们的安慰，我们为死去的病患的家人祷告。你知道他们心中的那个痛苦、悲伤，求你安慰他们，求你擦干他们的眼泪。天父，我们也为那些失去工作的人祷告，特别是教会弟兄姐妹里面有些人失去了工作。天父，你知道他们心中的担忧，心中的焦虑，求你安慰他们，求你供应他们的需要。天父，我们也求你的圣灵现在充满我们，让我们感受到你的同在。虽然我们都在家里，不能够聚在一起，但是我们知道你的圣灵不受空间的限制。我们就求你的圣灵，现在充满我们每一个人的家，让我们每一个人一起被同一个圣灵感动，让我们在圣灵的同在下，我们能够合一，一起敬拜你，一起赞美你，一起感谢你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门。让我们。一起来以诗歌赞美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。
切有能力能医治一切的伤口，你的复活能改变一切的咒诅成为祝福。我们要高举你生命，你给的所有最大的赞美，我们要用真心和全意来敬拜你。我们要欢迎你来临，愿你的圣灵高足在这里，我们要张开口不停赞美你。去年有人介绍我看一部台湾的电视剧，剧名是《我们与恶的距离》。故事的开始是一个新闻的报道，杀人犯李小明今天被判死刑。两年前，他闯入一家电影院，对观众随机开枪，造成9人死亡，12人受伤。
在这场凶案里，女主角乔安失去幼小的儿子。案发那天，她带着儿子去看电影，中间她到了外面去接电话，再回去的时候，儿子已经被枪击犯射死了。乔安不能原谅自己，他恨自己当时没有挡在儿子面前。之后，乔安彻底变成了另外一个人，他变得冷漠，他变得严厉，他怨恨凶手的亲人。另外一边，凶手的亲人，他们的生活也被彻底的破坏。原本李小明的父母开着一个小面馆过生活，李小明的妹妹是新闻系的一个优秀学生。出事后，一家人的身份被媒体曝光，李小明的父母为儿子的暴行向受害者的家人鞠躬道歉，他们感到羞耻，他们感到惊吓，因为每天都有人去他们家敲窗户砸门。后来他们只好关掉他们的店，搬到农村隐姓埋名，妹妹也只好休学。李小明的家人他们也是无辜的，可是他们受到媒体的攻击和社会大众的捶骂。这部剧激发我思考，人性里面的善与恶的距离到底有多远，或者有多近？在疫情严重的时期，我看到很多负面的新闻，我听到很多负面的这个舆论和谣言，我看到国敌对国，民敌对民。当我看到恶的一面的时候，我自己也反省，我与恶的距离有多近。出埃及记21章到23章列出了许多的律例典章。出埃及记24章第7节回去称呼这些律例典章叫做约书，就是立约的律法书。今天我们要看其中几段的经文，借着这几段的经文，我们来思考，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靠近神的公义，还是靠近恶？出埃及记21章到23章，这个约书里面的律例典章，与之前20章的十诫有密切的关联。十诫教导我们什么是神看为恶的行为。十诫里面有八个是不可：不可有别的神，不可有偶像，不可妄称主名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奸淫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做假见证，不可贪婪。如果说十诫给的命令是大的图景，大的拼图，那么约书里面的命令就是拼图里面的一小小碎片。简单的说，十诫是大范围的命令，约书是细节上的规条。举个例子，十诫说不可杀人，那么如果杀了人怎么办呢？21章12节给了细节的律例，凡打人致死的必须处死，杀人的这边说最高的判刑是死刑。然后13节到14节把这个蓄意谋杀和意外误杀的不同的案件区分出来。第13节说，如果不是故意杀人，而是一时的失手，
那么神说他可以逃避到我指定的地方去，这个人的处罚不是死刑，而是监禁。第十四节，神说，但是如果有人蓄意谋杀，就必须处死，纵使他逃到我的祭坛前，也不能免。杀人是个很严重的恶行，我们大概都觉得自己离这个恶很远，我们不会想要去杀人，我们也不敢杀人。可是我想到1991年在美国爱荷华大学，有一位留学生卢刚在校园枪杀数人的枪击事件。卢刚是一个受到高等教育的博士生，他可能觉得自己受到非常不公平的待遇。我想，如果我受到他那样的一个刺激，我会不会也有杀人的念头？另外，我想到一个新闻报道，在三月的时候，有很多大学生在学校放春假的时候去佛罗里达州玩。那时候美国的疫情其实已经开始严重起来。那有一个记者就去访问一个年轻人，他说，你白天去海滩，晚上去夜店，都是人群拥挤的地方，你难道不害怕这感染新冠病毒吗？那个年轻人就回答，感染就感染呗，我不在乎。可能他觉得自己年轻，不怕。问题是，如果他感染了，然后传染给年长的亲人，或者是就是年长的人，导致有人死亡，难道他不在乎？这算不算是一种另类的不小心的杀人？如果因为我的自私，导致有人受到伤害，我与恶的距离还是很远吗？再举一个例子，十诫说不可作假见证。这个诫命的目的是为了维护法院的公正，不可作假见证。那么还有什么细节的律例来需要制定来维护法院的公正呢？21章的一节说，不可散布谣言。散布谣言有不同的动机，在这里可能是指的企图透过传播不真实的讯息来操控公众的舆论，导致法院判决变成不公正。第一节的后半段把做假见证的私欲讲明了，不可做伪证来袒护有罪的人。第二节说，作为证人，你不可符合多数人来作恶，或者是歪曲正义。就是说，我们要诚实说出真相，不要因为社会多数人给的压力去说谎，去歪曲事实，去歪曲正义。第三节和第六节要求法院的法官一定要正直无私，不可在诉讼上或是偏袒穷人，或是冤枉穷人。在二月的时候，当中国大陆的疫情爆发，而我们这里疫情还不严重的时候，有人在微信转发说 Cupertino 有一个华人餐馆的老板被确诊得到了这个新冠病毒，微信上指明了这个餐馆的名字，然后大家看到都很惊吓。后来这个餐馆的老板出来澄清这个谣言，说这个谣言是假的，他没有得到这个新冠病毒。
可是这个谣言已经严重的影响了他的餐馆的生意。我相信转发的那个人没有恶意，只是想让朋友们小心，不要感染的病毒。可是不幸的是，转发者的好意被当初恶意造谣的人利用了。弟兄姐妹们，我们现在是在一个资讯爆炸的这个时代，网络上的社交媒体充满了各个方面的消息，有时候真的很难辨别讯息的真假，甚至是新闻媒体也因着政治的这个立场，有时候会散布一些片面或者是不实的报道。我们需要有智慧，有明智的判断力，来看到说到底这个是真的还是假的。在讯息的传播上，我们是接近神的公义还是接近恶？我们是追求真理还是散布谣言？我们是散布信心还是散布恐慌？我们是散播爱还是散播仇恨？刚才说到23章的1到3节和第6节是有关维护法院的公正，同样接下来的第7节禁止诬告别人，使得无辜正直的人被误判，甚至被判死刑。第8节又继续说禁止收受这个贿赂，使法官因为收了贿赂就曲解无辜者的证言，做出不公正的判决。这些都是讲到维护法院的公正。可是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，我跳过了第4到第5节。这第4到5节，等一下我们会看到说，表面看起来好像跟上下面上下文1到3、6到8都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，但是呢，其实是让我们更明白神的公义远远超过了我们对公义 的定义。第4节说，如果你遇见仇敌的牛或驴迷了路，要牵去交给他。第5节说，如果你的仇敌的驴负重跌倒，你要帮你的仇敌把驴拉起来，不可走开。我们会觉得好像公义就是坏人受到惩罚，然后受害者得到公平的赔偿，无辜的人被澄清，还给他一个清白，这是我们通常想象的公义。没错，那就是公义。但是在这段经文我们看到，神的公义不但是你不去加害你的仇敌，神的公义更是要你去帮助你的仇敌，爱你的仇敌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化解人与人之间的仇恨。如果你看见那位一直在对你敌对的这个同事，一直恶言对待你的同事，在你背后说你坏话的那个可恶的同事，有一天他不小心在公司跌倒受了重伤，你是假装没有看见走开，还是你会去扶他起来，并且开车带他去医院去看医生？现在全世界的疫情还是非常严重，有将近300万人确诊感染新冠病毒，20万人死亡。可是有些人看到敌对国家的灾情非常惨重，却是幸灾乐祸。作为神的子民，我们要警戒自己，不可有这样的心态。反而我们要去帮助敌对国家的人民，去支援他们。可能你说，竞争的
对手遇到难处，我什么都不做，不害他，也不帮助他，这可以吧？什么都不做，在神的眼里，其实也是恶。神命令我们去帮助仇敌，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，那就是违背神的命令，那就是恶。放下过去仇敌对你的伤害，反过去来帮助仇敌，这说实话，真的很难。那就是为什么我们只有靠着圣灵给我们力量，只有靠着圣灵充满我们，让我们心中有充满的主的爱，我们才能够做到。弟兄姐妹们，在你与敌对你的人的关系上面，你是接近神的公义，还是靠近恶？当一个社会充满了神的公义，不但是仇敌化解彼此的仇恨，弱势群体更是受到保护。出埃及记22章，这边的有一段有几段的律例典章，特别禁止欺压弱势的群体。21节说，不可欺压在你们中间寄居的人，因为你们在埃及也做过寄居的人。寄居的人可以是从外地来的民工，或者是逃难的难民。无论是古代是现代，寄居者都是容易被剥削压迫的群体。22节说，不可亏待寡妇和孤儿。在古代的社会，寡妇和孤儿无依无靠，生活困苦，经常受到欺负。可是圣经说，神看顾孤苦伶仃的孤儿寡妇，神听他们的呼求，为他们伸张正义。23到24节给予一个严重的警告，神说，倘若你们欺凌他们，就是这些寡妇孤儿，他们向我呼求，我必听他们的呼求，向你们发怒，用刀杀掉你们，使你们妻子变为寡妇，儿女成为孤儿。这是多么大的一个严厉的警告。你知道我们加州出产非常多的农产品。如果你开车到南加州，你会经过加州的中部的地方，你会看到很多水果的果园，还有蔬菜的菜园，坚果 的园地，还有养牛场。据统计，加州农场的工人大约有50万到80万人，其中3/4的人呢是无证件的民工，也就是说他们没有合法的身份。可能我们反对非法的居民，可是你知道吗，在这个疫情严重的时候，我们在家避难的时候，这些农民工他们正在辛苦工作，为我们提供每天吃的食物。他们住的环境很恶劣，有的是住在车库里面，有的住在一个铁做的这个棚屋里面，有的是住在废弃的车子里面。而且他们大多数的人都没有这个健康的保险。弟兄姐妹们，神是有怜悯公义的神。作为神的子民，我们是接近神的怜悯，接近神的公义，
还是我们会假装看不见恶，不在乎弱势群体遭受到欺压？很坦白诚实的说，我觉得自己在这方面更靠近恶的距离。同样，我们不可压榨贫苦的人，要善待贫困的人。在第25节说，22章25节说，倘若有贫苦的同胞向你借钱，你不可像放债的一样来从中取利。就是说，如果他已经很穷了，需要借钱来生活，你不要去放高利贷，那不是使他更穷困吗？第26节说，倘若他把衣服给你做抵押，你要在日落之前把衣服还给他。为什么？27节说，因为他只有这件能够遮盖身体的衣服，如果没有的话呢，他晚上怎么睡觉？他这么冷，他能够睡觉吗？神说，他若呼求我，我必定帮助他，因为我是仁慈的。神是仁慈的神。作为神的子民，我们也要对人仁慈，我们要来帮助有困难的人。最近听到一个新闻，加拿大有一个人名叫 Mark Hennick， 他是一个小家庭的爸爸，可是因为最近的疫情，他失去了工作，眼看着他就很快就要破产了，他很痛苦。他住的公寓是租来的，可是他没有钱交房租，他只好写电邮给房东说，房东啊，很对不起，我最近失去了工作，我的积蓄在3个月就会花光，所以我必须搬到一个比较小的一个地方，我可以承担得起的地方。我知道我刚签了1年的合约，如果毁约的话呢，我会有不少的罚款，可是我还是必须搬走，希望你能见谅。他就发出去这个电邮，隔一天他看到房东回给他一个电邮，上面写着， Hi Mark， 谢谢你的坦诚，谢谢你坦诚告诉我你的困境。房东说，我只想告诉你，在这个困难的时候，我们的关系已经超过了这个房东与租户的关系。房东说，我们都是人，我们在这个从来没有过的这样的一个艰难时刻，我们应该彼此支持。房东说，我坦诚跟你说，我自己也遇到了这个财政上的困难，但是房东说，你放心，我不会因你违反了租约而要求你赔偿，我会用你的保证金，你的 deposit 来支付最后一个月的租金。当这个 Mark 看到这个邮件，他心里非常的感动。他感谢这个房东了解他的困难，他也很感激房东的仁慈，不要求他赔偿。然后他就发布在这个网上面来分享，让大家知道，在这疫情当中，还是有温暖的地方，还是有温暖的人。请问，如果你是那个房东，你的房客没有钱交房租，你会怎么做？你会更接近神的仁慈吗？
弟兄姐妹们，现在我们受到居家避难的这个命令，我们不能随便外出，可是我们仍然可以透过电话，透过短讯来关怀有需要的人。你可以关怀你的邻居，你可以打电话或者发短讯给你的邻居。如果你的邻居有年长的，然后你也是可以的话，你可以到他的门口按电铃，隔着距离来问候他们，关怀他们，确保他们安好。你也可以问他们有没有什么需要，如果你有的话呢，你可以跟他们分享，放在他们的门口外面，然后这样子他们不会跟你直接接触，也不会有任何感染的可能。你也可以关怀教会的弟兄姐妹，打个电话，发个短讯，问候小组团契的成员，可以顺便可以来一起的祷告。如果你的经济上面许可，你可以捐赠食物给附近的 The Food Bank 食物银行。最近因为很多人失业了，很多人就到食物银行去领取每天所需要的食物，所以现在的 Food Bank 里面的存粮几乎都快光了。你可以去来捐赠，使更多人有人可以需要的人可以得到食物来吃，好不好？让我们回应神的话语，在这一周我们做出行动，为主做出美好的见证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你是公义的，你是仁慈的，我们感谢你。我们看到在这个疫情困难的时候，仍然有你的爱在中间，帮助我们在这个时候，主啊，我们成为你的爱的管道，去帮助我们周围有需要的人，是啊，使他们也能够感受到从你那边来的爱。主啊，求你使用我们，让我们在这个疫情当中，我们不是只是顾着自己，我们能够来往外看，看到有需要的人，我们愿意成为你所使用的手，来去帮助别人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现在让我们继续以诗歌来敬拜神。
弟兄姐妹们，我们是基督里的大家庭。在居家避难的时期，我们不能够彼此面对面接触，但是让我们保持彼此紧密的连结。现在各个团契小组都有在线上的聚会，等一下视频上会有联系团契小组的方式，鼓励你加入小组，一起与弟兄姐妹在疫情的时期保持彼此的这个扶持，一起祷告。下个周日在主日敬拜的时候，我们会一起领受圣餐。如果你已经信了主，请你在聚会之前准备好，预备好这个圣餐要用的饼和杯。你可以准备饼干或者面包作为圣餐的饼，然后用果汁或者水作为圣餐的杯。重要的是我们存着敬畏神的心，我们遵守主的命令，我们来纪念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救恩。这是一个神圣的纪念。愿神祝福你，保守你和你的一家平安健康。下一个周日，我们继续在这里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。